交五毛钱的体检费，八毛钱啊，八毛钱的体检费，他巴巴的交不出，不给他交，所以他读到好小学的没，不得读初中了，啊，可以进初中的，没有八毛钱的体检费的，不给，所以我没钱啊，所以我的下决心，我说我的儿女们，只要他读得去。只要想读，肯定要不出国，我也要给他们读。我是这样想的吗？真的吗？其实就算你们现在在读书，就算你们现在读书，家里面负担也不轻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肯定不会缺你们的。对呀，读书一块用，在澳洲一块用，在包括朝北一路跟你讲，就是这意思。我们想办法，是吧？啊，你们的学习。读到大学要花钱，所以要帮忙打个分行啊！要你爸妈摊销工资多少？真的要两千九。你现在珍惜好了，读珍惜当下，以后你们。讲故事，哇！你来找个亲眷呐，好了，是不是？十四块钱，五十块，没有办法找工资。一个月十四块钱的工资，我的伙食费呢？大叫叫的给我用十块钱伙食费，那四块钱拿去干啥？交给父母亲，给弟弟妹妹，给他们生活费。我们以前是九块钱一个月，加上两块五的粮食补贴，然后二十一块五，每个月要存五块钱寄回去父母。真的是这样的不？我们那时候。我当兵的六块钱，所以看你现在你们多幸福。六块钱一个月，幸福了一万倍，一万倍。穿衣服都要钱，对呀。当兵的说用给是啊，六块钱干啥？只用两块钱。两块钱干啥？吃饭，就是买牙膏、肥皂。他们哪来香皂嘞？香港的沐浴露啊，就是这个露那个露啊，就买肥皂，买信封、信纸。牙膏两块钱，还有四块钱省下来，到开学的时候就回家给弟弟妹妹去交学费。对，我知道像包括，就叫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为什么？